完颜乔丰后，进入侍卫，进入侍卫，势在必行，势在必行。感谢全球侨胞在世界各地为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WHO 而努力发声，甚至到瑞士日内瓦为台湾发声，让台湾2300万人民共同享有健康的保障权利。Taiwan can help, Taiwan is helping。希望所有侨胞，我们继续海内外一起携手努力。Let's Taiwan help。感谢大家 ，Thank you。